道觉得怎么样啊？就是说天津码头出来那个看的是比较太晚了，太晚了，对，
那个碗的原因是因为香港的人意识不够，他意识不够，对，意识不够。那再怎么办的过去，你觉得我们会观察什么？我觉得这是一个，这毕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，这不是一个几个月，或者甚至，我觉得是可能要以十年作为一个单位来看。你比如说，我是认为你天津码头呢，其实就是他们政府开始进入那个 consultation 的那个过程里，其实很早就做，但才包括你想想看，回头看天马界也是老早就做了，只是说民间的社会没人注意，也没有，也很就是说你这个行动者也很零散很小，然后呢再加上媒体的问题，媒体他能够真正去做调查研究 investigate journalism 的能力也非常的少，到最后都是就天马界跟天津码头来看，都是到了他要动手的时候你才有声音出现，然后都是太晚，而且对，当你太晚的时候，他政府都还可以理直气壮说，你看嘛，你早不动啊，我早就完成了，包括皇后码头，他经常都以这种傲慢的态度来对付你。所以那你如果要讲改变的话，你人民的我会跟年轻的朋友说，包括上一次天津表面上是失败了，可是你不能把它看成是完全的失败，因为失败的是那个硬体东西被它拆掉了，可是你所留下来的一点一滴那个意识跟观念上的改变你又多了一点，就包括这一次的皇后也是，你只能我是建议嘛，你要知其不可而为之，就是你要用最大的力气要发出最大的喧嚣的声音，因为当它有一天真的被拆掉的时候，但是你在人民的意识上在价值观念上你又多了一点，你又赢得了，所以你还是赢的，可是在你那个过程里头都要做得非常非常大声，因为你总会在那种大声的时候会有更多一点，比如说十五岁的中学生会听到这个事情，那他以后会不一样，那也许十年之后情况会稍微不一样，你这个账这个50%一定是可以赢的，他输的就是好OK 好吧，自己小心点啊，不要跌倒了安全的，可以上去一下。好，加油！你的帽子哦，对。